给老铁说做啥？做啥？做一个七彩的呀，这是。这是双层爆浆蛋糕。我每次问你做啥，你都说不对。你长脑子没长？没长脑子，就知道吃就行了吗？把这个浆倒这外面，倒外面，哎，倒一圈啊。哎呦呦呦呦！今天这浆是不是又有点多了？我就这么害怕呀。漏到上面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停。把这个棒棒糖给去掉，给这个粉色的倒到这个里面。今天做一个双层彩色爆浆蛋糕，看咋样啊？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。剪刀还没牙。这次不要弄太多浆了啊！好，停停，好好。你说这次爆浆能爆的咋样啊？完美。那你行，你先爆里面这个。一二三，开爆它！爆啊，赶紧！哎呀，不错不错，鼓掌鼓掌，这次挺完美的啊！啊，把这个给我，你接着爆。来，爆最大的。我好害怕呀！一二三，快点爆！哎呦我去，这边的浆少，你看它每次倒浆，它都倒的不均匀。我觉得这个爆浆蛋糕真好看。这个颜色爱了。我爆浆完成了，给把这个装饰给插上去。这是俩棒棒糖。呀，你会插不？你咋插的？让开，让我插，插到这里面，哎，然后把这个小星星给插上。插的，你看你插的，插到这儿也不行，挡着棒棒糖了。不带个试试吗？就这样插，这样挺好看的。怎么样？完美。暂停吗？